好，那我总希望就是放一点文字，放一点文字当做是次标题。举例来说，在这里面总会有什么时间呐、地点呐、或者是网址，因为是直播教学，那当然会有网址，然后还有一张图片。所以，例如说，我们去下载一下。下载一下那个其他的图片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点选这个范例下载，范例下载里面是不是有 Word 文件？好，我就点它，然后点这个图片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啦，就是你可能会。因为你的实际需求，然后去做了一些图片，然后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接下来下载好这个范例之后，那因为你没有嘛，你可能就只能用我的，所以我去下载这边，下载这边，把这两个图片先剪下，贴到我的刚刚第一次联机这里面贴上。好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Word 文字插入进来？可以，我们绝对可以把 Word 文件插入进来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回到刚刚的 Publisher，然后接下来插入物件，插入物件，我们就可以选择从档案，或者是建立新物件，建立一个 Word 的物件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哦，这样子一个做法，晚一点再做好了。我们先用复制贴上，你看哦，这个文件是不是快速点两下就可以打开？然后接下来，假如我今天我要这一段，所以复制。复制常用底下的复制，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到 Publisher 这边，我是不是可以做常用底下的贴上，是不是就有这样子一个内容？那可能这时候我就必须要稍微让你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文字我们会希望放在这里面嘛，所以你例如说放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去决定说。宽度啊，高度啊，那你是不是会发现，说这个旁边有红红的，这些红色点的意思是代表说什么？有非常多的一个文字，然后摆布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小稍微调整，然后还有这里面的字大小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调整？例如说选到这些字。然后放大一点，放大一点，放大一点。如果再放大，你看它是不是又变成红色，代表说它不够好。所以文字的排版，这也是等一下我们要去学的。这就是很单纯的直接把文字放进来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文字啊，好像那个跟下面的底色，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别人视觉上面的观看，或者是。这个文字是不是要设，例如说大一点，大一点。所以等一下晚一点，我们再来谈文字的调整部分，文字的调整，这边就可以插入一个文字。你可以选择插入物件的方式，把 Word 文件插入进来，也可以用直接用打开 Word 复制贴上。好，就请你们直接去贴这样子一个内容。做文字的处理，这样次标题文字是不是就直接放在这里了？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吧。先下载我的 Word 文件，还有那几张图片。